下南侧，今天121.65之间。到了，现在九三零八。runway 737, LSM 21. 航向飞两拐，动下到九百米。航向两拐，动下900米的一个档次。next one to runway 16, continue approach runway 737. 空话，五号是手机。八号三两拐两，现在转向那个166了。三两拐两，收到。来。现在九八四幺上的幺八，幺八现在九八四，幺五。上海你好，东方5331发送下两机，南机6315。进来大家看到下到幺八，就向左八号数据手机，预计幺六号盲降。下幺，两台单。176.7@7737。0.35这些，9322.16航道，出现9322继续进近，联系保安118.45在线，118.45在线，现在9322。保安部3两拐两，我可以调调小速度，申请航向115，好吧？这边天气有点起来了。稍等，现在9924航向飞18栋，可以盲降进近跑到16接你航道报。航向18栋，可以盲降进近跑到16接你航道报，现在9924。1200，现在是308，直接下12，报告3两拐两。155，15号起飞了。再来看早上到16。爸爸，尽快上，联系珠海10.35再见。10.35再见，联系保安10.85再见。1.85，保持18栋到管理区。